来带你们体验英国人的生活，非常的有趣哦。Good afternoon, everyone. My name is Victoria Elfie. 今天真的很 happy 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Hello, hello. 哇，今天天气真的不错耶。Hey,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用音乐控制我这个 queen?我今天的装扮呢是非常有气质，非常 elegant 的，所以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话说回来，我觉得大家今天穿的好像都跟我不太一样耶。花花女王，我们把英国搬来台湾啦！结合人文、艺术、生活、美食，2012英国文化节在华山文创园区盛大举办，让人亲身体验英国多样文化及创意时尚的生活。如果你没有来过我们英格兰，没有关系，你可以来到我们华山艺文中心，你同样的呢就能感受到我们英国人非常热情的文化、多彩多姿的生活，你都可以非常轻易的感受到。我相信那个小姐呢已经非常的了解了。你怎么又用音乐控制我？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嫌我太多话了。OK，OK， 我不要说了，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我等一下要展现我女王的热情以及亲和力，要跟 everybody 互动一下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英国人呢，首先第一步，你就要学会玩英国拳。首先第一个是女王啊，女王，女王啊，女王，还有大头兵啊，大头兵。大头兵啊，大头兵，然后最后一个是啊，贝克汉呐、啊，贝克汉，贝克汉呐、啊，贝克汉，这样子各位民众，你们有了解了吗？看来大家都了解玩法，开始进行比赛喽。哎，好了好了，哎，拿走。我觉得我的子民们都表现得非常好，现在呢就由我女王 Victoria Elfie 来带你们体验英国人的生活，非常的有趣哦，跟着我走。It's all that music, but you know, right now in front of our live remote booth, I see a gorgeous young lady, 很美的小姐。I believe her name is 袁爱贝小姐。And today she's going by the name of Victoria.Victoria Elfie. Victoria Elfie. Yeah. Oh, 欢迎大家好，我是袁爱菲。我但是我今天是 Victoria Elfie. Wow, 请问你今天穿的是？Queen. Oh, of course, 当然。Wow, I want to say Apple Ears, love you.你知道吗？因为我身为一国的女王，我很重视大家文化教育的部分。刚好我的老朋友 Mark 就是我的得力助手，所以 Mark，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Right. Okay. I think what you need to do is go to the UK so that you can learn English. Oh, really? Yeah. And then we can speak English together. There's a very special scholarship. Yeah. If you go to the UK.We can have $500,000 NT scholarship to help you study in the UK. 哇塞，这个活动真的太棒了！ And then we'll be able to speak together. Oh yes. You'll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and I'll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Good. It will be fantastic. Yes.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场这么热闹，正在进行英国涂鸦创作，应该难不倒我们女王吧？到底她会画什么呢？
like a great apple. 巴哈女王，难得展现你的艺术天分，要好好画哦。这个独一无二的涂鸦创作是要送给苹果娱乐一周的观众呀。现在就要出题目咯，我们女王在英国文化节玩耍一整天，你知道在台湾哪个地点举办吗？我要去下一个地方玩咯，等等见哦。看我们女王在英国文化节里玩得真开心啊，近距离接触民众好亲民哦，现场似乎有异状，有危机发生啦、啊、有人暗杀我，有人暗杀我，救命啊、嗯、好像怪怪的，近点，哎，这是飞镖啦，让我吓一跳哦，原来前面就是英国酒吧最流行的射飞镖，搞什么东西啊，吓死我是不是。我们崇高敬仰的神圣无敌 Queen 遇上忠心耿耿的神准飞镖兵，看来这是一场史上超神准对决。Today 女王的文化推广非常的成功，在这吃喝玩乐之余，也见识到多面貌的英国文化啦。OK， 看来女王我今天推广我们英国的文化真的非常的成功。这样子也要告诉大家，其实各位不要只 care 我们皇室成员秃头的问题，秃头真的不是。不要再用音乐控制我了。其实这次的外交政策真的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希望今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多多交流哦。嗯，我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